看到我们啊，有意。狼人，我也能失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在台南出没的梨子，还有我们的可爱的助手佳佳。对，这次的元旦连假，我们来到了风光明媚的台南来晒太阳。那来台南要做什么？就是一定要挑战他们的名产虱目鱼。这次来到的点是盐水溪，对。那这边听说虱目有一种独特的钓法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虱目鱼吃，马上 ，Let's go。那为了给我们的虱目鱼尊重，我们用海鲈干啊，海鲈干，然后配我们的枪马千载，要抛比较远，所以就会用比较重颗数的。然后下面一个吸卡不用太长，就大概对双钩求稳。那重点来了，我们特别的是什么呢？就马上为大家揭晓，快！耶、欸！这个啊、哦，天哪，这个我都打开它，我都觉得害怕的。这个啊。哦哦，这个胃可以，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对，就这个剪一小片就好了。其实黑布都可以啊，因为它这边的鱼是吃浮水的，浮水的一些脏东西啊，煤灰之类的，所以它们其实就会误食这些黑黑的东西。勾过去，好，那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啦。这是吃浮水的，所以其实深度也不用调很深，就浅浅就好了。对，重点是能抛多远就抛多远。小心哦！好的，丢出去，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等待。等待的时候要做什么？就这样，拿着我们舒服的椅子，然后放在舒服的位置，然后坐下来。好，就这样，舒服的等鱼就好啦。中鱼，中鱼，中！哦，哎，快点过来！我很有力的。走哎，走哎！哦，有有有！哎呦哎呦哎！加菜加菜！他不对，还不想回来。你回来。哦。哎呀，黑小哥。耶。啊。哦，粗的，看这好粗。怎样？哦。耶。哎爸。不要，这是我的手，我的手这么，哎呦，我的手是这样，它哇，这只蛮粗的呢，耶，耶，好棒哦！你刚刚他们说这个多重？这个才一斤多，这只，哇，台南名产，把它放回去。爸爸，小心哦！小助手来钓鱼了，小助手佳佳，下面有在骚动哦，小心哦！闻到我们家梨子的脚香味了吗？脚香，胖啊，真香啊！是时候该来吃了。拜托咬我，想吃吃。就是你过来，我看到了。你看他们开始活泼了，他都翻起来了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开箱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卷得回来吗？如果卷不回来，就不要硬卷。杆子抬高，杆子抬高，杆子不要压低，杆子抬高，捡得回来吗？
如果你卷不动的话，就不要硬卷，就杆子抬高用拉的，你可以。再卷，还有吗？还有。回来了。小心。卷不动的话，你就杆子把它扛回来的。对，不要硬拉，硬给它，你不要硬卷。小心。啊各位盐水溪的子民们，看到我们这个橘橘的，不是，还要吃下面的黑布。哦，老师，看到我们啊，有一，狼威，威者失踪。石木鱼，旁边好好玩哦。耶、yeah, ，还想去哪里啊？还想跑啊？哦呦，很聪明，真的很聪明。哎呦，又看到那边。加油！不要突然跑出。好。哦呦，洗塞，那叫洗塞。就他跳，因为他中钩，他想跳起来把那个钩甩掉，他就是。哦，哎，很聪明呢。啊。哇、哦，好会跑、哦。回来。想去哪？要去哪？你回来。快点回来。好干，他真的很有力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真厉害！快点过来，晚餐。你不要。好，你要吃汤的还是吃干煎的？我要吃汤的，过来。哦呦。大吗？差不多，刚那是差不多。哦，天哪！对啊，哦，这个比较肥。哎，走！恭喜！耶！这比较胖，但它还是很激动。你可以不要这么，真是，你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？佳佳，钓鱼，爸耶，高姐姐，好了，哦，真的每一条都超粗的，回去吧，哟，好，好，今天就钓到结束啦，成功的钓到了我们的台南名产石木鱼。更重要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要喝南霸天茶之魔手，马上去买了一杯麦格码头这样。好啦，看一下我们美丽的夕阳，就让我们美丽的夕阳向大家说声拜拜。有了，终于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